2016年6月，在今日结束的一场常规赛中，掘金主场以123-110击败黄蜂，取得5连胜。赛后，掘金球员尼古拉约基奇接受了媒体采访，谈到赛后和托里克雷格比较扣篮，约基奇说：“我的扣篮更好，他跳得高并不意味着他扣篮就好，我的扣篮如诗般美妙。” Poetry in motion。谈到队友约基奇说：“发带保罗米尔萨普 Headbound Paul 和大款加里哈里斯 G Money 他们回来了。”谈到球队本赛季第13次门票售空，约基奇说：“我刚到这时只有很少人来看比赛，现在球馆都满了，这意味着我们在为自己、为这座城市做一些大事。”本场比赛，掘金中锋尼古拉约基奇发挥出色，出场34分钟，29投16中，得到39分12篮板6助攻3抢断，边际流浪的光，